我们有9天12小时，减掉3天21小时，所以我们用直式，我有天跟小时，然后我有9天12小时减3天21小时。好，在这边我的一天呢，我借位，这边不够嘛，我借位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就8天翻过来24小时，OK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。为什么我就直接提前借位呢？为什么我不要先这边减呢？我再借位，因为我知道它这边一不够，我要借24。如果我刚刚二减一，我先一下去的时候借位借24下来，这样我下面都要擦掉重做了，所以我直接干脆直接先借位在这边罢。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天跟小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天有24小时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就。借一天过来变成24小时，24减21就三，3加12就16。OK，我直接拿24减21就三，然后三再加1215。当然你也可以是4加26减1五，然后2加1三再减了一哦，怎么8减3 5？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是5天15小时。